欢迎收看今天的钟表小常识，我是应岑。上一次介绍的七个品牌发音，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你可以在这篇贴文下面发现连结。今天应岑一样会为大家示范七个品牌发音，赶快打开声音来练习吧。宝博 Blompang 布隆胖龙胖，宝奇莱 ，Karl F. Bischke， 卡了 F. Bischke，Karl F. Bischke， 高珀富斯 ，Gobel Foxe， 格贝勒，佛塞 ，Gobel Foxe。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美度 Mido Mido Mido。 伯爵 Piaget 皮阿贼 Piaget。Richard Mille， 希沙米勒，希沙米勒，希沙米勒。以上就是今天的钟表小常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我们的粉丝页上留言。下一集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喽，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了哦。